午餐跟你一样可口，好想卖吃掉。那这东西是传给你，不是传给我。你明明就喜欢人家，为什么把它推给我啊？我看到了，有生之年好像好好谈一场恋爱。是因为我在信上面写那句话，所以你才介绍那个红茶给我认识。老朋友，这件事情是属于我跟老公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《有生之年》。